在吗？不在是哪个小仙女在跟我说话呢？啊？哎呀，你出去等我一会儿，我这还没下班呢。哎、不是，就剩两分钟了，你怕什么呀？嗯，那也不行，公司这有监控，不让谈恋爱。不是这什么破规定啊？我会怕他吗？我明天就把这规定给他撕了，你信不？哎，你挺嚣张啊。那肯定啊，这住的影响咱俩感情了，能行吗？哎呀，你别拼了，快出去等我一会儿。不是。我跟你讲，在爱情面前，任何规定都得给我往后绕一绕。于琴，这怎么没人关灯呢？你还笑？博哥真的没看见我们俩吗？亲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你知道你亲我一回，我告诉你。为啥？不告诉你。博哥，博哥，嗯，哦，好，咋了，博哥？啊，这，这怎么的？怎么了？啊？这博哥，你这干嘛？这样，你教教我。我晚上有啥想吃的没？不，我教你啥呀？我吃啥呀？嗯。这样，咱以后各论各的，行不？你看啊，在外头呢，在外头啊，嗯、我是你经理，里头呢、哦、你是我师傅啊、哦。这那我教你点啥呢？咋的还不乐意呀、啊？没有呗。这坐，这啥？那个啥，师傅，教教我呗。刚才那啊做啊啊啊！行，没问题。OK。有啥想吃的？烧烤，行，马上安排。OK， 走。